乒乓，开始吧。哦，抽乌龟，抽乌龟呗。能不能把那个什么把那个地桌拿过来放上？超哥呢？超哥打电话了。今天真的累，咱今天一天没闲着。对啊，真的困了。我们自己来，自己弄。来。来，陆哥，会吗？不会啊。哎，舒服了吧？都不用动脑，就看运气。啥呀？这咋弄啊？这要这么发吗？还真好，但是少个乌龟啊，得抽一个出来。为啥？乌龟就是王八，王八就是乌龟。憋。上一个，上一个。这么说的话，哎，叔，要不然你几个人玩？那是有凳子，叔，你不忙活，我给你拽出来玩了。不是你坐，这儿有。熟记忆力挺好，还能记住我叫。那能记不住吗？我们决定，叔，你坐一会儿。这还全吗？全啊，就是叔，我咋能坐这个？你坐这个，叔，你坐这个。这咋玩啊？你玩一把就知道了。就是先把对子摘出来，最后肯定有落单的，就互相抽，看最后一张对儿。只有对儿。对，只有对儿。只出对儿，把对儿全出完，再出单。手里。抽，互相抽，啊，明白吧？拿个别人手里，我懂了。叔带叔玩一把，然后你跟着就学习。现在就可以往出摘了是吧？对，往出摘了。这牌，啥呀？这是成对的往外摘，叔啊。没有对。哎，有。你这咋办的牌呀？我就一对儿整半天。哎呦我天哪！别让别人看着你手里牌，看着就摘你的，就配上了嘛。好，你这不是给我看的吗？他们三儿没事。你几张？七张。你几张？报一下啊。五六七八九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。九开始了。我先抽他呗。我从你开抽。你不能让我看着。你别让他也看着我。啥呀？我这一张也没有。那该我了。对，你抽他。我来吧。有对吗？有。对，往里撇。往里撇，对。我感觉我要废这把。哎呦。没了。你抽我的，叔。你抽啊。凑上对就往里撇。凑对往里撇。喂，可以。可以。瞅你小子点挺正的。有啊，有。没有。我这一手啊。哎呦。嚯。难受。哎，不对啊，咋的？啊，叔抽我，叔说我还你，还你。脑子迷糊了，迷糊，不好意思。来瓶啤的，透一透。透啥呀？透。刚才那主角给我转的快催眠了都。我瞅他挺顺眼，我看能行不？行，指定来。走着。你看来没来就完了。哎呦，是不是？我瞅他吧，来吧。哎呀妈，白扯，好的。三哥，你这没我牌啊，我又走不了。这玩的就是这个。啊。哎呀，你这是这么少牌了？没有啊。
哎呀妈呀！没有啊，叔。没有，没有。看看啊，哎呀，有是吧？有啊，走一个，哎，可以啊。学过播音以及主持，哎呦，专业啊。行，咱这个打洞打的肌肉都起来了。哎呀，有啊，有了，叔。也那个没了，哎，那个你给抽去了，我抽完了，我抽完你的了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我这里有你的玩意儿，这两个白的，焦灼了，焦灼了，先走一个就好说了，哎呀妈，这搓不开了呢，这牌子嘛，是不是有谁没扔明白呀？来来回回这两张，去。哎，你看，肯定有你的。你抽我了吗？抽完了。你抽我了？你是不是两轮没抽我了？啊、我抽他了。啊，你抽他了。拿个兜去了。不好意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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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。大哥，就这一把了，我看要走了。你那么厉害吗？走不了。我走了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叔，你有啊，肯定也有啊。哎，你也有啊，叔。哎呀，叔抽我的吗？啊、嗯，没有啊。这搁你这儿呢，应该有一张是在你这儿。是吗？对，这就这几张牌了，来来回回。先走了，我大概我没了。哎呀，我没了。对呀，对呀。哎呀。哎呀！哦，完我抽你的，对，急到而行之。那我就这个。哎呀，来了叔，看你手气了，就要走了。没呀！哎呀，我天，就他了。哎呀，就这几张牌，来来回回在这。哎呀，咋又回来了？哎呀，我知道了，这个。哎呀，走了，没了。哎呀，叔啊。你抽中赢了，他就输了。那我得谨慎点，那我得谨慎点了，叔。就这一张了，这你抽啊？啊，你倒一下，倒一下，倒一下。对你俩来回，就有张单嘛，就看这一张了啊。哎呀，叔啊，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走了。哎，这还挺好玩。是。咱装饰装饰，可以可以，这一贴就特喜庆。整起来，整起来，对吧？咱装饰装饰，对。这个大，这要不要贴门上？贴门上，外面门上。外面门上啊，这儿哈。行，咱俩去贴呗。走。把胶水拿着哈。嗯。哦。就贴这儿呗。啊，就这个应该贴上面是不是？最喜欢找这个透明胶的边边。这个一般不好找。好找。这是一种感觉。来电脑了。那必须的。就这是。先给它定个位置。对。哎，可以。老透明胶人。行了。够了啊。好。哎，可以。哎呀。哎，我觉得其实可以把这儿再弄一弄。上边那个再贴三幅画，那个小花，红红绿绿的啊，对，小花，对，这仨吧，这有红旗吧，好像没买，红的、蓝的、绿的，这个贴的两边，嗯 ，OK。